这个各位在场的嘉宾，早安。这个在这个天候不佳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还依然的可以坚持呢来举办这样一个这个研讨会啊，我相信呢一定非常有意义，尤其是呢现在还在疫情期间啊，那各位呢这么热情踊跃的这个参加啊，那不但是在现场，我们还有线上的这样一个这个安排哈，那非常感谢各位啊，那这个活动呢虽然是东吴大学的这个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呢来主办啊，但是呢我们也得到这个中华人权协会啊以及台湾的这个宗教联合会的这个协助啊，那非常感谢他们呢，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意呢来促成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我相信宗教呢在台湾啊对于我们这个一般人的生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今天呢那么能够这个大家能够这么样的一个安心呢在这里呢做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多多少少呢也受到了很多的宗教的影响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些活动里面呢安排了很多啊，包括这个国外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制度的一个这个探讨啊，那么甚至于呢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在早期这个大理院的时候的一些那么一些相关的一些宗教的一些这个判决啊，那这些呢那都可以让我们呢从这个比较法的观点也好，从这个历史的溯源也好来了解啊，那宗教在我们整个这个政教活动里面，在我们的宗教自治权里面啊，那么所这个那么扮演的一个角色跟地位啊，那也非常高兴呢那各位呢一直以来对东吴大学的法学院的信任跟支持啊，那我们也相信呢那么在各位的鼓励之下，我们会呢继续的坚持下去啊，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要非常感谢陈清秀老师哈，那么一直以来呢那么这个很热心的安排啊，很尽心的安排这样情形，那这个也谢非常谢谢各位的参加啊，那祝各位呢今天这个活动能够一切顺利，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郑院长。